大家好，现在咱们开始演讲《顺治皇帝战争史》，请大家拍开《战争史》演讲录。金乌玉兔东伏西，为人切勿用心机。百年世事三更梦，万里乾坤一局棋。诸位看清楚吼。这无介困难吼、哦，金乌是代表太阳意思，玉兔代表是月亮意思，意思讲咱一天的当中呢，那么这太阳为东边爬起来，又个为西边落山，所以呢月亮呢，同款对着这个太阳后边呢起起落落啦，啊、哦，意思讲人生无常幻化。唔通对人世间呢，唔通想要认真呐、啊。用做人做事呢，唔通定定用心机啊。先用心机人，即款人作歹斗阵呢，堪伊斗阵处处拢食亏啊。堪伊斗阵处处呢，拢会踢着铁棒。拄着利害关系时，伊拢会把这责任撒乎你啊。你永远都食袂完，而且亏就丢啦。所以伊甲你讲啊，做人害害啊。唔通呢，处处用心机啊！用百年的事业三千万呢啊！哦，不论是做一个国王也好，做一个总统也好，文武百官也好，士农工商也好，百年的事业呢，三千万，三千万，代表呢，就是如幻如化如梦一般呢，念起就过去啦。哦。万里乾坤一局棋啊！哦，一国之主啊，做得较好啊，给你恭喜。一局棋啊，做不好啊，哦，一卡波人夹唔着伊啊，后壁一连串和人民百姓啊，怨叹啊，产生民怨啊。哦，你用咩抵挡呢？抵挡袂掉。哦，像咧惊棋同款啊。哦。你自己也行了一步唔少去呢，影响到规盘棋嘅呢。也就意思讲，咱人伫活伫世间哦，唔好想要计较啦。活伫世间当中，爱做一寡有尊严嘅代志，做一寡有意义嘅代志，做着利益社会、利益这国家嘅代志呢，咱好好啊做一寡有意义嘅呢。所以总讲一句，伊嘅意思讲，做人在世间呢是害害啊啦。那么一刹那间就过去啊，千万唔通呢，想要计较这名利，计较所谓的财色啊。如果你啊用心呢去计较，看人之间呢互相冷战、互相热战呢，一交心斗角、拨弄是非呢，心机互相修台呢。这一连串拢总是构成自恶业的因缘呢。哦，所以顺治皇帝人的心内早就这款感悟咯。所以唔单讲，讲金乌玉兔东伏西啊，为人切勿用心机啊，百年世事呢三千万啊，哦，万里乾坤呢一局棋，吼吼，讲这话呢。完全讲出了人生的问题啊！
做人千千万万的，唔通想到计较。哦，有兄弟啊，有着财产，有着名利呢。哦，互相也都相对啊。所以世间人讲一句话真有道理啊。哦，用朋友互相受害啦，兄弟啊，提钱提刀互相受害啊。哦，拢总建立伫呢功利主义，建立伫呢利害关系内底呢。就咱考验出兄弟还是朋友之间的友谊到底是亲还亲啊？哦，真就同款啊，行棋一步棋行唔到呢，一半棋拢总完全拢弃了了呀，弃了你呀。哦，做人不简单哦。虽然人活在这世间就是靠棋存在尔咧，你若好好甲做好事呢，功德无量。一口气存在，一念心若做了唔对去呢，虚咧咧一堆罪过啊！做人唔免想计较，所以演变古来大德有一句话讲啊，讲自古英雄何见呢？道路如梦一场空呢，有道理。哦，先来讲，你看过去的英雄何见啦？哦，我是讲称呼伊是英雄何见呢？甲最后风光一时呢，最后免不了呢，经过岁月的流转呢，性命也随着呢如梦幻泡影呢消失世间呢。所以佛门一句讲，哦，讲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心呢，相当有道理。哦，咱人是随业来人间呢，包括命中时也是随业呢。哦，佮对你去啊啦！哦，所以世间一切一切拢是业力决定的。你来看，咱老蒋的道好啦，蒋中正先生啊，伊过去伫中国大陆抗日呢有八年，南征北讨啊，最后被共产党呢，安拍安尼整安弄呢，赶过个台湾来呢，一生当中自业无量无边呢，一代枭雄呢，结果。伊个下场安怎？一场空啊！如今又阁何在呢？最后阁事业阁流转去咯。所以讲啊，自古英雄何见呢？道路如梦一场空呢，是这样影。哦，你看老蒋是毋是当初时呢，轰轰烈烈呢，一代枭雄啊？如今又阁何在呢？变成泡沫去咯。所以一切拢是贪欲来啦，咱凡有众生患这贪的大头病哦，哦，你看伊有了正呢，这财色名利呢，那拼性命就拍喷呢，哦，身躯性命全部投入啊，那头壳硬两硬装呢，装到头壳也拢尖起啊呢，嘛还阁未知识，继续阁装在当中，吼吼，贪欲真可怕。所以演变咱佛祖伫《法华经》言讲啊，言讲《法华经》言：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；若欲贪欲，无所依止啊。有看了吼，用一切痛苦烦恼根源呢，拢是咱人犯这大头病癌症贪欲啊，贪欲的根本，贪欲的基础。哦，伊讲如果若无贪欲为食呢，你一切痛苦烦恼都无所依止啊！哦，痛苦是因为这你贪所带来后遗症啊，是果报啊，贪就是因啊。哦，贪得无止境，就无容忍呢，构成因果关系啊。吼、哦，佛祖一语道破啦。哦，用诸苦所因呐、啊，贪欲为本呢、啊。若欲贪欲呢，无所依止啊，是相当有道理啊。好，佫了哦，实在按怎讲呢？这世间是暂时很少大一个呢啊。哦，你只是有互你大的机会，但是无互你呢永远依止的机会啦。你世间拢总是呢幻化无常啊，一切有为之幻呢，当然是梦幻泡影。如露如电的呢？哦，你要做也由不得你，哦，你不做也由不得你，
所以住不住呢，拢总唔是你当决定的，因为安怎世间无常，为安怎世间无常？因为因缘所生法啊，因缘所生法呢，咱活在世间是暂时少断，令你真无奈啊，无奈又搁能如何呢？所以会用看世间无常的人，才能开悟正果哦。观看世间如幻如化人，才能渐渐入到善根的流露。然后讲一个典故呢，互注意听一下。过去有一个宰相的千金呐，含伊这个奴婢呢，的一番对话。有一次吼，这个宰相的千金呢，含伊这个奴婢呢，伫个公园内底去散步，踏青呐，散散心的呢。那么这个宰相的千金呢，看这个哦，在这开的花呢，非常的艳丽，树顶所开的花呢，有青红的白呢，哦，五花十色啦，非常艳丽，非常的水啊，非常欢喜。到黄昏的时候，哇，心情郁卒咯，花谢了了去啊。那么伊坐在遐呢，就咧思维啦。哎呀，世间真痛苦啊！虽然我即马生做阿那道主啊，哦，这个天主绝色啊，如同天女一般漂亮啊，但是免不了有一天会像火同款会泄气呢。底下想你家地忧愁啊、恐惧啊，就吐大气呢。那么伊个女婢呢，看完了后，但话去啊，就问伊个千金，问这宰相的祖囝，讲为何小姐？一旦遮自己思维吐大气呢？这千金小姐就讲话啊，来看好哦。鸟看花开满树红，无管花落树已空。欲将花比人间事，花依人间事一动。吼吼，注意看呢吼，这个、宰相千金小姐伊就讲啊。在时啊，看到这个花园内底所有花呢，甲树顶尾、树尾呢开满了所有花呢，有红的、紫色的、粉红色的、黄色的、橘色的，嚯，百花盛开啊，实在有够水，人间的天堂呢。白一句哦，无管花落树已空啊。哇，黄昏的关系呢，所有会再开的花呢。蕊蕊拢凋零咯，蕊蕊拢谢去咯，哇，剩一个残留凋零的这树枝而已啊！伊怎讲？如果将花的状况跟咱人生来比较呢？实在花依人间事一动啊！叫欲将花比人间事呢？花依人间事一动，这查某囡仔听完了，动头动脑讲，千金小姐你讲有道理。那么这个千金小姐呢，讲完的是目屎黏黏流啊，不愧是有善根人。加在如本法师无伫边啊，咪点两句啊，就开悟真久啊，吼吼，一知了。所以呢，这咱人以善根的流落有边啊，善根是计个卡计个点，安尼差足济呢。这临门一梯啊，小个踏一个尔就入门啊。啊，有人射未入就射未入啊。成功呢，有人看完了，哎呀，就伫遐呢，想想人生观足悲观呢。人生观看看，伊是看愈来愈矮呢，看是灰色天空啊。如果甚至是个点破为者呢，也如同亚美迄一般呢，用功神经流露来修道啊。所以对善知识非常要紧。这咱管的释迦佛祖在华严经讲啊，咱爱生生世世的呢，发愿爱亲近善知识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总讲一句，人生也好啦，那么宇宙观也好啦，咱所观看一切呢，如同昙花一现呐，因为世间毕竟拢是因缘所生法啦。刹那间就过去啊！所以咱来当珍惜伫今生的当中，用一口气的存在呢，
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，吼、哦，流传世间，贡献社会呢，这代志才有意义啊！我联想到呢，印度有一个诗人叫泰戈尔呢，伊呢讲哦，早日风烛一梦啊，明笔也不过如下幻想，叹着今日呢，珍惜分秒自生活。诸位有看呢吼，讲昨个代志总是呢如梦幻归去个啦。哦，啊了解世间的真相如幻如幻呢，哦也只不过是呢哦如下的幻想而已。佛门所讲的世间有为一切幻呢，如梦幻泡影，如刀如露如电，哦如泡一般啊。所以尽量趁着今生一口气的存在呢，把握着你的分分秒秒的生活，做一寡呢，有贡献社会、国家、贡献他人的代志呢，去做寡。哦，这种因果之业啊，阿麦对着以后的人生呢，会阁更加如好，正为自己铺路共款呢。总讲一句，咱人活伫世间。应该爱活的呢，爱相当爱有尊严的，爱活的有意义。对着这个人也好，对他人也好，对社会也好，对国家也好，应该付出一寡的贡献，付出一寡爱心呢，这非常要紧呢。所以咱人活的这世间，唔通自私的心态，哦，咱人活的这世间呢，唔通呢，想个傲慢贡高，哦。爱化消自己傲慢功高呢，会化为平等心啊。为人处事呢，爱有五大原则。好，试看好哦。我讲做人处事爱五大原则，对五种呢来看好。第一，互人信心；第二，互人欢喜；互人希望；互人方便；第五。互人来合福呢？哦，这做人做事呢，爱五大原则。第一，爱互人有信心啊。哦，你爱互人有信心的时阵啊，人人就亲近你，就众望所归啊。人人挖伫你身躯边啊呢，都互别互别人个贴心吊打啊。做人爱互人有信心，因为互人有信心的时啊。我人生充满活力甲希望的时，自然伊呢，伊就做出社会有意义代志出来。啊，做人爱互人会欢喜心，哦，啊，你做人若袂用欢喜心，反而产生恐惧、惊吓，对你呢会提心吊胆呢，反正做人也失败咯。做人爱互人有希望，哦，我感觉讲，咱从对伫身躯边呢。咦，互人感觉讲，在你身躯边呢，对你有意义，对你身躯边有希望，对你身躯边有前途，安尼才有意义啊！对你身躯边呢，哇，一片茫茫渺渺，哦，心内无主，我都提起着伊希望出来啊，安尼人嘛无意义咯。咱做人爱互人诶，所以方便。哦，这真要紧。伊需要啥，咱尽量会甲提供意见、甲观念，帮忙别人。哦，互人方便呢、啊。哦，卖呢，甲人绑脚绑手啊，动不动呢，用一个法令甲你绑，动不动甲你母教去真艰苦呢。安尼唔好，尽量互方便的呢。或者是做人唔忙做到呢，处处要叫人便宜啊。安在你身躯边啊呢，人紧张会惊吓。会无信心、无安全感吗？好、哦，啊个，互你有信心，互你有希望，互你方便，这虽然重要，上重要第五啦，爱互人来合福，这更加愈要紧咯。好，为了讲互人来合福，这上要紧呢，因为互你信心，互你欢喜，互你希望，互你方便呢。也阁无法度你了生脱死呢，还阁地漂无地本呢、啊？地本有办地漂，
地票未必然有办地本呢、啊。譬如你是我开悟证，佮明心见性呢，安尼有地本兼地票。所以佛祖来人间，伊是出世又佮入世，入世出世不一不二啊，自在解脱啊。哦，出世有包含着这入世，啊，入世人未必然呢有出世啊。同款理由，下佛修道，如果呢已经是我开悟证个人，伊世间地拢得了啊，出世间地也得了啊。哦，出世间法伊会向啊。哦，啊，这世间法伊也会向啊。哦，方便法，哦，那也是个虚构道理，拢都无清楚啊。所以呢，互人来下佛，这叫地飘诶，头前互人信心，互人欢喜。互人希望，互人方便呢，拢地飘离。所以最后，你嘛爱引导伊呢，倒归来下去修道。安尼呢，处人为人呢，这五大原则才是圆满的哦。你注意清楚吼、哦，这非常要紧哦。好，收听好。我定讲一句话：人出世在这世间呢，爱来定呢，爱飘撇的。那么去当中去的个地有来飘撇，现在未讲空行人间一座啊，来危害你一世地人啊，哦，甚至再未呢继续去沉沦生死落去啊，所以定讲一句话，既然来人间咯，去爱去的个地飘撇，会水鬼就丢了，是啥物话叫做飘撇水鬼？有啥物叫做无飘撇无水气呢？真简单，你若今生来人间，若无修行啊，哦，生上好来，死往何去？你拢望未清楚，迷迷糊糊来投胎做人，命中的时糊里糊涂，糊垃圾个，随着个投胎转世去呢，继续沉沦六道轮回呢，安尼叫做无飘撇无水气。如果你来人间，知影三皈依、受五戒、受菩萨戒，甚至来出家修行，纵然无一面出家修行，唔过在家去修，修到最后，你有去念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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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个阴阳顿挫，高低起伏。念到灵念、所念拍成一片，念到最后一心不乱，念佛三昧现前，今生清凉法喜呢，到最后百岁命中生望西方三圣的接引，安尼呢了生脱死啊，是名飘撇，是名水亏啊，安那人间就无白行啦。如果讲，如果今生修到已经有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、开悟证果入面呢，安叫做飘撇。我定义是呢，换一句话讲，你若修到无开悟证果，又阁无往生西方净土呢，哪怕所做的代志呢，对社会、国家、对个人、他人贡献无量无边，哦，功中有做，利益社会贡献无边呢，安尼。家己生死并无办好啊，命中的时啊，佮随你念呢，佮呢投胎转世受苦受难去咯，安尼也无飘撇，安尼也无呢水亏啦，安尼随明变吼，这非常要紧哦。较早有一个典故，日本有一个宰相，那么伊忧国忧民呐、啊，哦，日理万机啊。那么伊自己呢？国家的代志处理哩个地啊，非常自在哦。哦，那呢就恰恰好哦。我个率领百万大军呢、啊，哇，可是啊，国家的代志遐好处理呢，但是互伊左囝问一句，问一人倒去。伊左囝一边得着重病要死啊！伊那问伊那爹一句话，讲爸爸，我自世不救人，心内总是有一个呢。疑问呐、啊，这个未去请阿爹教我回答一下呢？用请这问阿爹，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啊？我
因阿爹呢？吼，这只爹拢一爹爹无落来啊！诶，那个草庐国书呢，忧国忧民，日日万机呢，自由自在，势如破竹啊！应付国家代志拢拢非常的顺心如意啊！但是我昨天问这个问题啊，讲先将何来，树往何去呢？问一个东阿因阿爹呢，鸭嘴变鸡嘴了，唔知要如何回答才好，伊也无迄答案，阿嘛袂当随随便便甲回答啊，入不了台啊！生大惨鬼心啊！为了要满足伊查某囝问这个问题呢，就撕掉这宰相的头颅呢，要找这答案出来呢。骗通了所有的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呢，最后在佛门中找答案。哦，等下找答案的时啊，就已经未夫妻咯，查某囝呢，秘密蛇鬼咯。你想看卖啊哩？伊知影。哦，万般啊，带不去啊，为忧业随身。在生所做善业、恶业，哦，是业力来决定着你的生死的去路，唔是你无唔的问题，唔是心灵哦送你去的，送你落去的，拢唔是，嘛唔是佛菩萨赐你的，哦，还是在送你落去的，拢唔是，是你家己做业来决定你的来去就对。吼吼。等后要回答的时，伊查某囝已经哇命中去啊，命丧风转去啊！因阿爹真无奈，也因为伊查某囝问伊这個问题，所以神经流露，到尾这個宰相呢做一个佛门中非常虔诚的金刚护法啊。佛师实际需要伊的时，只要呢一通电话甲讲者呢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何时如来正法呢？你想看卖啊呢？所以啊，人无在只道这宰相，因左边问一句尔，阿爹，先将何来，死往何去？一语惊动了因阿爹的心境，所以因阿爹呢，从此呢，神经大跌流落啊！你想看卖啊呢？所以总讲一句啊，哦，凡夫众生。拢沉迷伫这五欲六尘当中呢，在色名利当中打转、沉沦，所以就我都出离生死啊！哦，在演变呢，就开悟圣经也讲哦，开悟圣经云：贪恋五欲六尘不舍，名为六道流浪汉。了知五欲六尘空幻，心不染着，名为出尘道人。注意看清楚哈，伊圣经敢讲啊，这人啊，如果贪恋世间的五欲六尘之境为啥？哦，他占而是不舍，哦，求而是不舍，哦，这跟个性呢，你沉沦六道。是根本的因素，所以叫做六道流浪汉呢。哦，为安怎称为流浪汉？是永远伫个天界、人道、阿修罗、地狱、畜生、恶鬼呢？这周旋不出啊，叫做六道流浪汉呢。哦，这是永远是自业的场所，也是受苦受难、沉沦的一个环境啊。哦，伊个讲啊。了知五欲六尘如幻如化，心未个贪着为者呢？名为出尘一道人咯。咱无法度作为出尘一道人，就是咱凡夫众生自无量劫无量世以来，拢以这五欲六尘为依为名呢。哦，伊唔敢切，啊切个家地也惊了。哦，无人依靠啊！哦，啊，凡夫就是五欲六尘为依靠啊！啊，诸佛菩萨五欲六尘才是构成生死轮回因，所以切断五欲六尘，走到彻底呢，自性解脱。哦，万法不离，一尘不染啊！啊，凡夫呢，感觉离开五欲六尘，在色名色睡呢，伊就紧张起来。因为凡夫是以这欲望为依为靠为名呢，哦，这每个都差这观念一样。
读过两遍哦，乖。开我性情瘾，贪乱我要欲定不下，名为欲道流浪汉，了知我要欲定空幻，心不念着，名为出定道人。诸位有看的吼？好，总共一句。凡夫众生拼性命呢，贪取而不厌呢。哦，那么修行呢，伊是拼性命，舍弃而不取啊。啊，菩萨呢，出下人行，中道而行啊。哦，所以三个关系当中呢，有无同款意境的？所以呢，我再运用所谓呢，佛经言讲哦。处而不舍是凡夫，舍而不处是修行，能处能舍是菩萨。所以有看的吼，总共一句：凡夫众生呢，处而不舍，贪呢、啊、就是凡夫。你讲凡夫哦，哦，处愈济贪愈济呢，伊心未化讲，安尼好啊，安尼好啊。哦，所以世间人唔再讲迄个话。哦，人心贪贪粉啊，哦，这贪而不厌呢，如蛇吞象啊，有无？蛇嘴是有限，开过来只不过呢几公分啊，如何几公分的嘴要吞一只大象才食落去呢？但伊硬食袂落，嘛袂硬食，代表呢凡夫的心贪而不厌啊，贪袂先呢啊，哦，贪袂比较袂啊，贪你家己袂讲好啊，安尼有够啊。伊即句话讲未出来，叫做住而不下哦。伊唯有贪欲吧，伊的虚下心较无哦。人世间人讲一句话啊，就像牛逼同款呢。牛逼吸人的血，哦，伊有入无出的，代表这人非常健贪、高德、诞生、提工资就对啦。这款人到尾渐渐用怨气，这款人是足贪心的，唔好。凡夫就叫角色啊！咦，啊有人讲，哦，讲较严重，人我嘛有个报喜喜舍呢，嘛是有这人啊！哦，这是就凡夫众生来讲啊，啊，既然你有喜舍心咯，渐渐都呢，看菩萨都会相应啊。叫做舍而不取是修行，哦，佫一款境界哦。咱人拢是贪而取啊，哦。啊，这理性人声闻弯刚呢，在那一直下，哦，看凡夫颠倒病啊，一直下出来呢，哦，舍得舍得那个下出来，唯有下无处呢，就是修行啊，哦，因为下掉一切烦恼，下掉一切欲乐，就出了不生不灭呢，这涅槃的自性啊，这是修行的境界啊，因为进入这定功修集啊。哦，要正大自性涅槃呢？叫做啥呢？舍而不取，舍愈离菩提自性愈显呢？这是修行。等到一进入真空涅槃了后，伊就无个出来啊！哦，好，阿菩萨的能处能舍，啊，是名菩萨。菩萨，嗯，伊会处，伊卖舍，这不简单。是讲呢，咱甲注意无款来的金额，以后就提来呢，方法报告大众生呢，有处有舍，有舍有处啊，哦，为正手来，为倒手去啊，哎，安尼呢，即串流，安尼无严重呢，哎，自性阶段，众生又个能得大利益啊，所以菩萨呢，伊唔惊钱济。钱多伊会做利益众生工贵，钱多伊会做呢铺路造桥，利益群生工贵啊！哦，哎，就明白吼，下句念就变哦。佛经云：处而不舍是凡夫，舍而不处是修行，能处能舍是菩萨。诸位看清楚吼，总共一句。那么财色名食睡，个人是所谓一般讲个地界五条件呢、啊。
毋过你用了哪会好？无计染种呢？安尼地甲五条筋，当下就连化为呢大众生的一款的工具，安就了解吼。哦，所以咱有这财产呢，毋是毋好。哦，你财产卖染种，你用这财产做第一众生的工具，救度众生工具呢？安财产无罪过，变做功德啊。相对的，你财产袂用运用，卖用财产变把，用财产拢去自业去呢，较低嘛，拢染着自性啊，哦，拢是自业因缘呐。所以佛经有人讲哦，来看哦，初下不著，心灵自在，对境生心，魔境现前。这两个都。颠倒病呢？初下不足，心灵主宰。那哪在处当中处就不下，下当中有个什么处呢？叫做有足啊，有足就不能主宰啊。啊，你处就不处上，下就不贪到这下上。那么未在利害关系当中的带来的贪足，那个心灵主宰解脱。哦、你心内对着所有世间一切万法、一切事呢，那生心染定的位置呢，魔境现前咯。所以有当时咱讲魔魔啦，魔完全唔是呢，只有外口真正魔给你骚扰、给你破坏、给你阻挡。哦，一个魔叫心魔，啥心魔？去贪心就是心魔，去妄道心就是心魔。嫉妒心就是心魔，甚至傲慢贡歌就是心魔，起一个挑拨离间的心，波浪是非的心就是心魔。哦，所以这心魔往往有那比外口魔比较恐怖，哦，比较可怕就对了。哦，你心魔若解脱，外口一切魔当然若解脱。相对的，外口魔若解脱，心魔未必然有解脱哦。所以日本嘛，常讲一句话：外口众生道真，你无一定开悟正果呢。啊，你内心呐，如果道真呢，你是免开悟正果。你道真天下个人，但是内心呢，贪嗔痴的众生并无道真呢，而你并无构成家己开悟正果相关的条件。所以你心魔呐，道真。贪嗔痴啊，道真，安则叫做是呢，自在解脱。那么外口人，欲度众生，比你道真咯，好、哦，结果自性的众生并无道真呢，安尼你嘛是个凡夫众生，这三界一苦命而欲度流浪汉呢？这度众生固然重要，但自性的众生慢慢个收起哦，哦，所以佛经唔在讲。哦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但是呢，自性众生买誓愿多呢，这非常要紧哦。总共一句，好，啊，咱修行是修什么意思啊？要如何修啊？简单讲，大家建立咱的本性，大家建成幸福的阶段，这才是每一个修道人伊应该要认识的所在。所以佛经有人讲啊，也就是呢，经典讲啊真详细啊，伊呢，佛经云：但是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妄。注意看清楚吼，这佛经分明就讲啊真详细啊。但是本心啊，但见本性啊，哦，所以修道都要明心见性。你若无明心见性呢，你不明为一个道人呐、啊。所以本体呢，也着咱如来众性，你要先见了，见了这无生无灭，哦，以这自性呢，咱堪称个修道人。原来那自性呢，是无静无动啊。嗯，有人讲，哦，
啊，自性无静无动，安尼唔就永远拢一个茶苦酒汤同款呢？你误会啊！无动是建立伫呢，伫动中是无动的，啥物无静？伫静中是无静，这啥物意思？一种你在作用的时，你的体伫作用中；当你呢无作用的时，你的作用是归体。哦，这动静是一如一体的啊！离开静并无动，离开动并无静，动静是不二的物件。哦，在动荡不安的当中，伊内心永远就是平静的。在静态中的灵气无量的作用，安怎是叫做无动无静呢？无动不是一味讲永远袂震动呢？在动态当中无染着一切动态之境。叫做无动，啥无静？你静态当中未染着一切静，哦，那个静呢？这是真正功夫咯。好，无生无灭是啥意思？在生灭的当中呢，哦，看到伊无生无灭。譬如讲，你看我讲经说法，已经将近要四十分钟，这四十分钟内底，你未当讲伊无生灭啊，有生灭。但是如何在生命的当中看到伊无生无灭呢？这才是问题所在，见性所在。哦，我虽然四十分钟分别生灭呢，但是我四十分钟分别生灭，但是无生灭，为啥无生灭？体不动。哦，你看是生灭，但是本体并无生灭呢。如果有生灭的位置呢，早就无这佛性的存在咯。所以在生灭的当中见到无生灭，才是厉害。在那个无生灭的当中见到生灭，这嘛是功夫所在。所以生灭和无生灭，只是呢动静的动态，凡夫无法度见到呢，哎，也真正面目而已。其实啦，圣人看到生灭动啊，就不生不灭。哦，凡夫看到不生不灭动啊，变成生灭去啊。这虽然是生命当中呢，也追寻感官也是不变的。哦，要注意了解哈。譬如这虚空呢，你用一个三角形甲套哩，虚空变成三角形哩，用圆甲套哩呢，虚空变成圆啊。用这长方形甲套哩呢，变成长方形，对不对？袂因为讲。用这物件啊，套长方形、三角形、甲圆形，虚空就随伊改变呐，伊并无改变。哦，你套圆的虚空嘛是迄款不可思议境界。虚空啊，套四角形的虚空嘛是袂因为套四角形的有所改变呐。虚空永远是虚空。菩提本性虽然伫啊为人处事，伫啊呢思维动作。哦，但是呢，伊的本性也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啊，无是无非啊，无住无往啊。哎，你最清楚吼。如果做伙地主连了解这层的意思为者呢，你这样见性入道咯。再念一遍啊，来看好。佛经云：但是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往。诸位，我讲清楚吼。好，我阁运用这六祖大经呢。六祖老人家讲的咯，伊咧讲六祖大经云：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，邪迷之时。魔在下，正见之时佛在动。注意，我讲清楚吼。用真如自性是真佛，无唔对。确实，咱的心就是佛，即徛伫高地立场来讲话。哦，当你见了不生不灭、无来无去、无垢无净的本体时阵呐，当下就真如佛咯。但是哦，听哦，当你邪见又搁三毒具足时啊，
这当下就是魔王咯。哦，所以魔跟粉呢，拢一念间而已。看是真如自性，还是呢邪见三毒故？伊佫讲啊，邪迷只是魔在邪，就是讲，当你心哦有邪知邪见，见思迄未断尽，佫迷惘的时，当下就如同魔坐伫厝内底。哦，魔镇点伫内底，佮听无？当你正知正见、迷惘破除掉的时阵啊，佛在动，佛做镇点伫你身躯内底。哦，有道理呀、啊！佮念一遍哦，看好。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，邪迷之时魔在邪。正见之时，佛在动。诸位讲个清楚吼，好，哎、啊、呦，清楚，咱正有一个问题啦，讲，你莫讲，事啊，三物叫佛啊，你讲一个具体好无？莫讲遐一个专有名词，佛，你简单甲我解释一下，佛的定义如何呢？呐，来听哦，佛的定义，是非分明。善恶分明，好歹分明，了义不了义分明，正邪分明，是一位三觉圆满者，福慧具足者，名为佛啊！吼、哦，安尼干脆无？有干脆啊？有人讲啊，凡夫含佛有啥差别啊？啊，佛是变咧解释啦，哦，啊，凡夫是变咧解释啦，我真简单。卖谈闲细妙，卖只讲呢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大道理咧。三个分，分就是呢，是非分明。哦，是就是，非就非，分明。善恶分明，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善恶分明啊。未模棱两可，未似是而非啊。哦，邪就是邪，正就是正，邪正分明。这了义就是了义，无了义就是无了义。卖甲无了义当作了义，了义当作无了义，哎，颠倒，哎，唔是叫做佛。哦，那么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。卖甲对当作唔对，唔对当作对呢？我颠颠倒倒啊，混淆视听呢，哎呢叫做凡夫。哦，佛已经达到呢。自觉觉他觉性圆满，三觉圆满者呢，名字有佛咧。伊个福报跟地位修改呢，已经无啥物修啊，圆满具足啊呢，咱称为佛咧。这佛的定义啊，好，三个凡夫众生呢，颠倒变就是凡夫众生啊。是啥个颠倒变叫做凡夫众生呢？叫做呢，凡夫众生就是是非无分明。善恶无分明，哦，好歹无分明，了义无了义无分明，邪甲正无法度分明，哦，这就是凡夫众生啊，福慧还未圆满的啊，哦，所以有人讲，凡夫众生跟佛有啥区别呢？简单讲一下，就是以上所讲的，哎，就是正字吼，好，要结束以前，再念一遍哦，看好，佛的定义。是非分明，善恶分明，好歹分明，了义无了义分明，正邪分明，是一位三觉圆满者，福慧具足者，名为佛也。诸位看清楚吼，这就是佛的定义啊。如果你了解这层的位置呢，你心内就知讲，哦，佛教讲什么道理啊？哦，要做一大角者，咁遐尼简单呐、啊？哎，就明白吼。哇，明白是明白，时间到咯，会见啊。那明仔载呢？顺治皇帝战争时呢？第九天，同时间再会。